批石墨烯积极投入公益活动，赞助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后，更与台湾另一支知名的黄山军中信兄弟携手合作，推出限量联名商品，更促成白沙屯拱天宫的大教组参加中信兄弟主场开幕仪式。我们这一次选择的就是这一件智能衣，像刚才我去开球，其实他们是在冷气房里面，那我觉得练球或者是下雨，他们对于天气的变化那么大，那我们智能衣有那一种恒温的效果，遇冷它就会发热，那遇热它就会帮你平衡你身上的体温，所以我觉得跟他们联名是有必要的。那当然他们球员有穿也觉得这一件对他们很好哦。那腰脚就是我身上这一条，那其实像球员他们在飞扑球跟蹲捕的这些动作，其实它对我们腰椎其实是有很大的那个伤害，尤其他们每天要蹲那么多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联名这个腰夹。PP 石墨烯与中信兄弟联名推出智能衣，采用独家技术 HSG Plus 超导石墨烯，可以同时提升血氧量、血流量与血流速，并搭配独特智能恒温纤维，还能达到抗菌除臭、透气速干、促进代谢等特性，被誉为穿在身上的保健品。基本上我们运动的时候会选择购买有吸湿、排汗、透气的材质去做购买，这样子运动的时候穿起来会比较舒适。其实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啊，身体上的话都会满头大汗的。对，那其实这个智能衣做得很棒的一个就是它跟外面的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它的排汗速度非常快。第二个，它有一个智能恒温的功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运动完要去前面的商店买个饮料来喝，那它这个恒温功能的话，让我们直接进到冷气房的话也不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这种天气其实我们进到冷气房头痛啊、中暑等等的，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做得蛮棒的。那再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功能就是抗菌除臭，那其实我们运动完或者男生腋下都比较容易流汗，那在天气热的时候闷热，其实腋下都会多多少会有点味道，其实它穿了一整天下来啦，运动完的话其实它这边都是不会有任何的味道的，我觉得抗菌这个地方做得非常厉害。PP 石墨烯中信兄弟限量联名腰夹，远红外线穿透皮下12公分，5分钟带动全身循环，支撑腰部，改善酸麻，还能雕塑体态，紧实小腹，适合各种身形、各个年龄层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运动激烈运动过后，它就是我们肌肉有时候会酸痛嘛，然后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支撑加压，然后对于伸展来说，它其实也蛮有弹性的。PP 石墨烯利用先进技术推出智能衣与腰夹，这次更联手中信兄弟推出联名款，让热爱运动的人在运动时更轻松也更舒适。一件穿的保养品再搭配上活络循环的腰夹，绝对是你的健康首选。三立新闻网采访报道。